随着胎儿的增长，身体的负担也在加重。她属于高危产妇了，真的喊着拼了命要把她生下来。她可能是一种执念，然后让你弄半个月挺痛苦的，万一我比你先死了，我觉得太残酷。我希望就算没有了我，她也能过得很开心。全天下人都知道，但唯独让你不知道。当时我整个人处于懵的状态。我的理性觉得你不应该降生，你降生只生痛苦。但是我的感性，我的孩子，你加把油，你生下来了，就这样。2017年5月2号，丁一周夫妻俩在忐忑中迎来了腹中胎儿丁路遥的检查结果。丁路遥被确诊遗传了企鹅病。这个结果彻底摧毁了两人对于孩子所有的期望。然后赖敏那个时候天天就哭，就当时那半个月挺痛苦的。这个消息让两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挣扎和绝望。他们知道丁路遥如果降生将要面临的是什么，他一生都要和病魔做斗争。但是作为父母，他们又实在不愿意轻易的就舍弃这个血脉相连的孩子。然后他们发病就会很欢乐，但等他发病的时候，我们就只剩下愧疚了。赖敏亲身经历了眼看亲人因为企鹅病离世的痛苦，又亲身体会了病情加重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那种绝望。几经思考，他还是忍痛做了决定。他不想让自己悲苦一生的命运在丁路遥的身上重演，他要终止妊娠。我也不能保证我能去照顾你下半辈子，万一我比你先死了呢？所以就长久考虑下来，就决定延产。做出决定的夫妻俩内心变得更煎熬。当时将近7个月的丁路遥基本成型，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和外界互动了。来自血脉亲情的那种悸动让夫妻俩越发割舍不下。距离引产手术的日期越来越近，夫妻俩就越来越焦虑。其实他产生胎动跟外界互动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意识了，然后那个时候你才决定他是生是死就已经很残酷了。我甚至愿意他没有存在过。2017年5月14号，母亲节，赖敏选择在这一天走上手术台，与自己的孩子做最后的告别。2017年5月15号凌晨3:30，丁一周和赖敏永远记得这个时间，
因为在这一刻，丁路遥永远地在夫妻俩的生命中离开了。我觉得太残酷了，特别是你要讲他出来，我没见到他那个可能不觉得，但是我确确实实就看见他那张脸了。让丁一舟更加无法接受的是，当初的引产手术以及巨大的心理创伤，导致赖敏病情急速恶化，完全丧失行走的能力。他慢慢的，就是你搬都不敢搬他，就变成整个人缩在那里，搬都搬不开那种，一搬就痛。丁一舟不想让赖敏再次去承受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，最终他做出一个心痛的决定，放弃成为一个父亲的机会，两人不再要孩子。随着胎儿的增长，身体的负担也在加重。他属于高危产妇嘛，真的还要拼了命要把他孩子生下来。我想让他有活下去的责任。感觉自己没多长时间，但是我一定要给你留下一种希望。让丁一舟没有想到的是，对于孩子，赖敏有着出乎意料的坚持。直到在这个客栈的时候，赖敏自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想，他决定他要怀孕。赖敏的这个决定遭到丁一舟的强烈反对，在他的多次劝说下，赖敏再没提过这个话题，这也让丁一舟心上的石头落了地。但他却没想到赖敏会瞒着他悄悄备孕。2019年5月，赖敏再次怀孕，而这一次带给丁一舟的不是惊喜，而是愤怒。我想丁路遥就已经搞得这个大家那么痛苦，半年要半死不活的那个样子啊，然后他也哭啊，我还知道他骂，至于这个样子吗？这是夫妻俩相识以来丁一舟第一次对赖敏发脾气，他实在担心赖敏无法承受再一次的打击。但丁一舟不知道的是，赖敏的所有坚持都是因为他。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神经质的想法，就是我想让他能够有一些责任，活下去的责任。早在两人出去旅游时，丁一舟就说过，如果赖敏离开人世，他将四处流浪。赖敏不希望丁一舟自暴自弃，他想给丁一舟一个寄托。我希望就算没有了我们两个，他也能把他的余生过得很开心，所以我就想，我要不然帮他生个孩子，可能就是对他这一生最大的奖励，因为他为我付出了一辈子呀。夫妻俩都是本分好的心理，却引发了相识以来最大的矛盾。他可能是一种执念，但他这个执念不是讲是我一定要当妈，相反是我一定要给你留下希望。反正可能感觉自己没多长时间，但是我一定要给你留下一种希望。丁一舟在知道赖敏的想法后沉默了许久，最终决定听从赖敏的意见。2019年8月17号，两人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来到医院做检查，然后查出来，这个孩子就是健康的，没有得到致病基因。这是丁一舟和赖敏长久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，但两人仍旧担心不已。孩子没有降生，一切都是未知。那我们就是正常的复查，因为赖敏的那个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我们想带他去看看。他整个的孕期随着孩子的胎儿的增长，他身体的负担也在加重，他又不能行走，活动不方便，这些问题其实也会增加了孕期的一些风险。医生的话让两人的心都悬了起来，
但不同的是，赖敏担心的是孩子的健康，而丁一周担心的却是赖敏的身体。其实他在这个工人医院，他属于高危产妇了，然后就真的喊着拼了命要把他孩子生下来。2019年12月2号，在对孩子的期待与担忧中，赖敏被推进了手术室。2019年12月3号，两人的女儿丁安宁平安降生。我连孩子都不会抱，我这手都不知道放哪，我生因为他很软啊，我那个手我生怕一碰它咔嚓一声就断了那个感觉。我是觉得今天也真的好多。孩子的笑容让丁一周感受到无限的温暖。自己的亲生骨肉，赖敏拼死为自己孕育的小生命，就在此刻依偎在爱人的怀中。丁好像在这偷笑，还是在偷笑，一直在这里。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改变的，因为孩子降生，我是想越来越多的喂了。怎么样？我要活到他的14岁。我亏欠他的是一个女人必须要经历过的一场仪式。当时我整个人处于懵的状态。孩子的降生改变了丁一周的想法，给这个家庭带来新的希望，但也让夫妻俩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问题。那是什么？剖腹产伤口痛。赖敏的再次怀孕还是对她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剖腹产伤口难以愈合，病情恶化速度加快，说话越发艰难。她妈是30岁就讲是生完赖敏以后就开始发病，在5岁就不在了，然后赖敏的话是21岁就确诊了以后就到现在过去了12年，然后就先看到了你们先看见的样子。赖敏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停在哪里，但他还是乐观地去面对生活。因为我在想，怎么样我要坚持活到他的14岁。用力顶一口气。病情的恶化导致赖敏对身体的控制力越来越差，一个简单的咳痰都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，这让他不得不考虑以后的事情。到时的话，其实我还可以给他上一节很好的关于死亡的课，我会用会以任何方式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的。虽然两人都不提，但他们清楚，留给他们一家的时间并不多。丁一周想为赖敏做些什么，然后就有了这么一个创意，反正全天下人都知道，就唯独赖敏不知道。丁一周发动身边所有的朋友，瞒着赖敏，为他策划了一场惊喜。2020年5月18号，丁一周背着赖敏来到柳州市的观光游轮。我是觉得我亏欠他的是一场婚礼，一个女人一生中过的一场仪式，所以就策划了今天这么一场婚礼。丁一周觉得当初礼堂举办的婚礼太过于匆忙，没有亲朋到场，没有婚纱礼服，对于赖敏来说是个遗憾。为此，他早早的就开始准备这场特殊的婚礼。眼镜还给赖敏了。大家晚上好。很会穿的衣服。两人一路走来，历经千山万水，这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。丁一周想给赖敏一场完美的婚礼，
所有的环节他都亲力亲为。他是瞒着我做的，直到二婶那一份婚纱的时候我才知道，当时我整个人处于懵的状态。来吧老丁，带着亲爱的小米勇敢地走向前。在丁一周的精心策划下，在亲友们的祝福声中，赖敏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手捧着鲜花，和丈夫丁一周走上幸福大道。大家都相对比较了解他的话，从小到大没有化过妆，没有穿过高跟鞋。走了这一趟走仙之旅，发光的其实一直都是他，而我只是他的车夫。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来到了柳州最美丽的喷泉旁边，我相信在今天有整个城市的万家灯火为他们作证，有风景如画的百里柳江为他们作证，也有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为他们见证。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我需要留一点东西给安妮，说的大一点的话，就是给这个世界留一点东西，就是跟世界说，嗨，我来过，嗨，你看我又走了。